最近 CSGO 越来越多 hack 都没关系啦 ，Aimbot warning I don't care。但是今天我遇到一个很夸张的 hack， 我不知道 hack 还是 bug， 但是我觉得是很夸张。CSGO 里面应该要 fix 一下。我都对 CSGO 很多 hack 我都厌倦了，我差不多要 quit CSGO 了。我打算要做 vlog， 做只是做 YouTube 做别的，就是不打 CSGO， 打 H1G1 也不打 CSGO 了。但是今天我没有事做，纯粹陪我玩一下 CSGO。那种遇到什么 hack 吗？这个是我将就以来一个最夸张的 hack， 好不好？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一个 round， 这一个 round。Throwing a grenade。啊，看到吗？窝没关系。嘿，这个 logic 算很厉害，还会 check。看到吗？粒粒打头的。OK，Aimbot 也没关系。你看，你看下波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一秒就直接爆。这 game 还有 quality 吗？还有 quality 吗？这 game hack 到这样子玩什么？还玩来做什么？什么东西？